这几天终于睡了个好觉。天气终于变晴了。哟，醒了，去哪儿呀？你先呢？我哪知道？我都不小了，出现在头发。啊？哎，你干啥去？我去接我室友，他出现回来了。那我去干活了，是吧？你俩自己玩吧。钥匙在这，这么难。你送我去呗，去车站，然后你再去上班。那也行，那你赶紧的。哎，心情，咋了？你在哪儿了？我在外边干活呢。他说他室友来了，他去接人去了。哦，他是你什么亲戚？他我家邻居家的孩子，是从小一块玩的。那他俩今晚都住你那儿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吧。那你今晚住我那儿吧，别回去了。啊？我不去。再说你不回你爸你妈那儿了吗？哎呀，不用啊，咱俩现在啥关系？我还去你家？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我是觉得吧，咱俩现在挺乱的，我去你家不太好。张起，你把我当什么？我不是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呦，我的意思，哎，咱俩，不是，哎，我晚上有事呢，还啊，哎。哎，咋的？你的哥，我今天能带我室友去你那住晚上吗？那明天去找房子。啊，行啊，住呗。啊，好的好的。行，那你给我发位置吧，别太晚了啊。好的，知道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走吧，走吧，快走吧，下楼走吧。哎，进去吧。行，那你俩先在这待着，你饿的话可以订点外卖啊，我还有点事。你俩先待着吧，拜拜。去见重要的人，当然要快。不好意思啊，有点事耽误了。上哪呀？啊？我去。不是你昨天晚上你就没回去，你今天还不回去？那叔叔阿姨不该着急吗？我爸妈不说什么，你急什么？我有啥不方便的？但是我先跟你说好啊，子瑶带着他那个室友也在，但是就是借住一晚上，明天他俩就出去找房子了。两个女人，一台戏，现在这算不算加戏了？